忠义堂。大老远来了，拜一下吧。我刚刚在地图上面看了一下，还有一个离我们这里离就是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地藏王殿，还有一个地藏王殿。白莲寺。忠魂万佑伴莲花，正气千秋留。
号令。这太阳太厉，太亮了。不，我把自行车锁。我一下看看附近，这附近走一下，锁在哪里啊？啊，锁在这里，我先把它锁在这个杆子上面，临时锁在这个杆子上面，总归没有人。然后再看看，这样子我也放心，这是临时性的。我估计那个是地藏殿吧，因为地藏王殿，因为我在地图上面看的好像是这个。目的地在您附近，骑行导航结束。白莲寺，欢迎您。啊。哦，这怎么说呢？刚刚那个不是，那个也是，但是这里面也是，这里面才是。你看，祝您一路平安。我把电动车停在那里，应该没问题啊。要不我把它骑上来？我把它骑上来吧，我担心等一会儿我时间长了。先把它骑上来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过来，反正在我的印象中我是第一次过来，所以说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就停在就那么一点点，没想到那才是那个只是看门，就不是看门，就是说只是。开头而已。我估计这是以前的最早的，不然怎么会单独弄一个这个？估计啊，我只是估计，没什么确凿的证据还是什么之类的。走了。这个风驰电掣，奔驰车，风驰电掣，这写的，
白莲寺，欢迎您。啊，白莲寺欢迎您，然后背面就是祝你一路平安，就是这。我看一看，我先绕一下，下面绕一下，然后再慢慢走。啊，地藏王殿在这里啊，那我就真的是孤陋寡闻。我把自行车停在哪里？看看啊，自行车停在刚才那进来的地方吧。看这样子挺好看的啊，你看，上面又弄了一个。自行车停在，停在这里吧，停在这里吧，也不用锁了。这牌子是什么？白莲寺地储，完了，支持量储备太低。滨海天阳蓝色鹤，完了，真的是储备率太低了。我估计能看这个白莲寺啊，这什么建董事会，我很多字都是猜想的。我看下一句，感觉这应该是这个字。从中间开始吧，还是从这？从中间开始，白莲谷地，这里闻到一股香的味道。白水青山环谷地，莲池竹径对空门。进来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站的有点拘束。
客气，拜拜。圆通宝殿，有观世音的。
地藏王殿，地藏王。地藏王殿，哎，我现在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会录进去，我应该就这样子吧，不然等一下又声音又不行了。地藏王，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。我现在都不知道，等一下会不会有声音？因为他这个有放音乐，我放音乐的话，不知道，尽量吧。如果静音的话，就代表，确实是没办法。就这样子，声音不知道怎么样。地藏王殿，好看的还是那个白，那个中间那个殿比较好看。这个什么殿啊？进去看看。上面好像在装修。等一下，我看看是不是有时间的话就爬上去，看看可不可以爬得上去。功德堂啊，这功德堂的这。功德堂应该是先人的。大悲殿有此境，大悲殿有此境，看下面是什么？大悲殿，哦，下面不知道是什么，还是大悲殿有此境是吧？我们先把下面的先看完，然后再更上一层楼。
这应该是刚刚看了一下，好像是，三世佛，恒山三世佛，从后面看一下。百年天坛啊！百年天坛，化一尊弥勒菩萨，未来佛。啊，我们这边就最不缺的就是这个石头。最不缺的就是这石头这么厚，是不是？普贤大慈，白莲禅师，上面还写着白莲禅师。常德正念，宝殿庄严开净喻，觉醒圆满正菩提。确实挺庄严的，从正门进去。大雄宝殿这里，大雄宝殿，那我就是拜一下，是吧？大雄宝殿。里面还有念佛的，就是课堂吧，也是那种感觉。
勤修善根。做大象的，拿一个珍珠的，念。去佛菩提，拿把扇子，我们拿把雨伞的还扇子，反正要么是什么，还这是拿一把什么吧。这怎么感觉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。这应该是经书了。看看什么经书？念佛戒归观世音菩萨。南无阿弥陀，这
直接这个直接开了。殿内拜佛，殿外点香，现在都差不多是这样子。热烈还珠，竟将临水聚贤南英对，临水聚南英对。好，我们去大悲殿看看。一，在二楼。一股刚装修的那个味道，药师殿。还往上吗？药师殿，一股刚装，
刚装修的那个味道，哦，蹲下来，进来了。好安静啊！阿弥陀，阿弥陀佛。药师佛，出去，拍两下。
上面应该是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、大悲殿或者大雄宝殿，三个，应该是大悲殿的。我不知道它里面有放歌，如果有放歌的话，我如果有静音的话，就证明我，那里静音没法有声音。如果给大家现在说一下，如果那边有那个有一段静音的话，是证明那个音乐有版权，我没办法那个放出来。那感谢大家支持一下，可能会静音。那就是大悲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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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这样。这个从下面看起来挺好看的，上来也不错。大悲殿。这感觉有点像什么的？感觉有点像南普陀的那个，南普陀的那种感觉。南普陀的那个构造好像大悲殿也是这样的。南普陀也有一个大悲殿，这是从上面往下看。从上面往下看，进去看，如果有静音就证明那个我这段声音不能录，因为里面我听到有声音，有录那个有放音歌曲，佛教的歌曲，大悲殿。进去，这个捐款啊，我的内存卡快没了。内存卡快没了。感觉这一尊怎么有点丰满呢？非常丰满，内存。客气。后面的是假山，不知道真山还是假山啊？还有一个，绕一圈，绕一圈。
后面应该是稍微爬一下山的这个，看一下，稍微爬一下这。这就是大悲殿，这就是大悲殿了，白莲寺的大悲殿。走过去那边看一下，那边站的稍微高了一点，然后我真担心这个唱的这个歌会把那个没有声音，会这个就是大悲殿啊。行，那我们那个，那我们那个走上去看看，走上去看看，这也不知道是真山还是假，应该是真山，不可能弄一个假的吧？这么大一个假的搬过来也不容易。那看起来是不高，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，我看看。看起来，看这大悲殿还这样子，看起来挺舒服。一个小休息的地方。然后现在桩啊什么这些东西还好像还在修建。哇哇哇哇，破壁，啊，在破壁。哦，那个肯定也是那个石材厂那个。哇，太吵了。
这什么主殿呐、啊？这看不懂，这字我看不懂。铜主殿还是什么？我主。这。各方神仙呢、啊？各方神仙，他说各方神仙。我们接着往山上走。嗯哼。这里有楼梯，应该是可以走。这没路了，这没路了，这好像没什么路。这个我就不敢走了，这个我就不敢走了，我不知道这里是去往哪里的。这我不知道这里是去往哪里的。看这里围起来。这一个人就不敢走了。如果两个人胆子大，两个人胆子大，不敢走了，不敢进去了。你说我小胆也可以，不敢进去了。好像也不知道通往哪里。等一下，问一下那个打地桩的人，应该。你看现在这个，这个声音非常吵啊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地方是去往哪里的？那个进去好像没路了。没路了是吧？到山上了，没路了。到山上了是吧？啊，你们现在是在做这个关，就是那个做一条路出来是吗？这个要做个大水池。这里要做一个大水池。对，用下面那个用水的。哦，就是说。下面要用水，这里要做一个大弄砌一个大水池在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哦。搞一个大水池，那个消防很好，很多用。哦好，是消防是吧？要做多久啊？啊？要做多久？明天做了就啊，这些石头明天打了就好了。啊好。Thank you.
我这一次。鸡精洞，难道是这个洞？看看呢。他们在打一个水池，弄一个水池。哦，这里可以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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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下到哪里去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走一走，走一走。这里就是白莲寺，那个是大悲殿，这一个林间小道，不要去往哪里，走进去看看。啊、哦，因为我看到有楼梯，有楼梯我就赶走。嗯。这里、啊。反正是楼梯，可能可以爬楼，爬楼，爬楼上来，这上去看看，这啥，啥东西？是鸟，什么？看不懂。这个是做好的，楼梯什么之类的都这个是做好的。现在时间是2021年，看一下，12月5号。12月15号星期三，现在是15:34。说高也不高，说矮也不矮。反正应该是都在白莲寺范围内。白莲寺的范围内，哎呀，还可以往上爬，再往上爬看看，因为有这个路我就不怕，如果没这个路的话，我就真的有点害怕，起码是走的路是对的。嗯，还有啊，看不高，他们其实这
但是很好的就是说有这个路可走，可以沿着这别人的辛辛苦苦砌的路上来，已经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啊，还有，还有，真是往下看，舒服。估计快到了吧。这一路走来就我一个人，不是旅游，不是点香拜佛、初一十五的旺季、旺节的，脚酸了、啊。不会吧？别人吧，为了修这个墓。哎，修这个墓，做这么大嘞！这肯定是有钱人的。单独设了一个，经过你的府地啊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。这个方位真的很高啊，能修得这么高，然后一条路修上来，真的是祖上积德。我以为里面上面是什么的，看看，我不知道这是个人的还是这个箱也够大的。就是，这能再上去吗？来看一看。啊，这是真的是山呢。是不是？这是特意种的，别人特意种的。这里是也有路嘛，但是不知道去哪里了，那我原路返回，原路返回，原路返回。
胆小怕事，我是胆小的。这里是，这应该也是在白林寺。白林寺的那个里面吧，我们下去，我们下去。还有人上来，矿泉水都有。下去。单独修了一条路，我也不是，应该这应该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，我不知道，我看的不太。千秋万代，这应该是墓吧？是功德堂。唉，那祭拜的。还好不是很远，不是我想象中很非常非常远，而且有路可走。这条是去往哪里？不往上走了，往下走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哦，刚刚就是从那里，从那里进过来的嘛，从这条路，刚刚从这条路过来的。
是，那我们现在走这条路下去。白莲寺。楼梯还不。我估计得到目的了。这里是写什么啊？看一下，这要贴什么？中国啊，防火，南安市人民政府防火的，2021年12月2号。2020年12月2号，才几天前嘛？12月2号，才几天前。这边是，也是防火的。3月18号也是防火的。哎呀，稍微走一下就浑身都是汗。估计在这个地方就是放生池啊。我们再进去。哦，对了，它上面挖那个，挖一个水池来这里注水。哇，这池子挺大的。有鱼有鱼，只是池子太大了，感觉挺少的，其实挺多的。那里单独立了一个发射台，电信还是什么通信发射台。
佛慈圣地，请勿攀越。佛慈圣地。你说这跩，这你说这跩是用诶，因家己来种诶哦。这姜诶。跩姜跩人一个豆腐呢，几落十香个。啊？一个豆腐呢，四十多个咧。四十外个人。四十多咧。四十多什么？豆腐呢？四十多份。啊，四十多份，几落十香个。哦。就是哦，很多。啊，是啊，我是按我海个啦，按我海的这个来。啊，啊唔过，英雄唔捌来着，啊唔过可能有来着。有得人来着，袂啥。啊，是啊，是有得人来着。哦。嗯。我说我从那个安海过来，他说哦，安海有个观音殿，观音殿就是那个水晶亭吧，应该是水晶亭，经常去那里，他们经常去那里那个烧香。再去那个店里面去走走，就是去拜拜吧，再去拜拜。
南安白莲寺。烧香的这个，还叠完的那个金子就放进去烧。去哪边洗香蜜啊？这啊，问他这里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哦，可能是眼神。已经没电了，拖了一个这个长线插在那个上面。那这一期的那个白莲寺就差不多拍摄到这里为止了，那我准备去拿我的自行车回去，拿我的自行车骑回去了。那本期的那个白莲寺南安白莲寺我就拍摄到这里为止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大家需要看什么的话啊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
啊，我能做到的，我尽量去做。嗯，还有什么了？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帮我点个赞，或者说是给我一加我微信啊，给我一点鼓励。那我们本期到此为止，那我们感谢大家支持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感谢大家时间，拜拜。那我得回去了，拜拜拜拜。这应该是特意上来烧香拜佛的，特意上来的。那我会把那个我所走的那个路程用那个一个图表表示出来，感谢大家支持，那我下期再见，拜拜。